有没有看一下放很放松，对不对？看我的屁股，看我的脚，如果上下，如果推动，把这个地方不调哈，哎，转动，也转动也等于八条里面的神经，因为这样转动也跳溜飞云，千万不要给他压迫，很多病情给他压迫。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下落不灾。要越做越舒服，越做越做会不舒服，你太假了。要做怎样？越做越舒服。哦，好，第二个动作，一样。膝盖不能起来，这样脚勾起来，往下压，往下压，第三个动作出来了，两边摆动要两边一样，怎样？好，基本摆动基本的讲，你是唔对啊？你就把它摆动到不会痛，很放松的去摆动。来看这个地方，手关节有没有在关节里面？这样，有没有掌心朝上？有没有拇指朝下？如果很多人就这样。到这里的很不自觉的呀，飞机就起飞了，都到上面了，那我一掌给我按下来，放不下去，很简单，只要合起来，夹着，放松，不要理会它。三天到一个礼拜左右，它就怎么样，慢慢的掉下去了。十字不用叫人家咯，起，但是骨头生叫人起，都唔对，骨头会破的，神经会断去。哦，接着看这里，我要把我腰椎整齐。哦，千万不能叫人家来整齐，跟伊安尼，这个平平，抱着。两边很自然的摆动，大腿碰地，顺便把你的脊椎两侧的膀胱经压开，让五脏六腑毒素排除，怎样顺畅？你扣加油啊！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看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做。后面这个动作才是最棒的动作。德国电视台特地为这个动作来访问，我们政府说不能给人知道。看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完全的放松，吸，吐。你这个动作会像八髎、腰椎、胸椎、颈椎、三八不了神经会有那种很不自觉让你归位，让你拉开。请问？靠神。